主大邱。10:20之前要回到这里的港口，要搭10:20的船回到北竿。然后搭船的时候，之前大哥有送我这个叶子，他说如果遇到梅花鹿可以喂他们吃。那我们就出发去寻鹿吧。吃梅花鹿，我的叶子被它吃了2/3。小鹿真的好可爱哦，它看到我手上有叶子就会自己走过来耶，而且它的鼻孔都湿湿的，超疗愈的。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大邱看小鹿。最后一根了，给你吃。好了，没了没了。
鱼面，然后因为正中午有点热，所以打算回到民宿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走下午的行程。刚刚睡了一下午觉，正中午的北干真的太热了。那我们现在趁着下午还算凉爽的时候，去昨天没有走的战地和平公园那边看看。那我们就出发喽！这一个石头屋组成的小村庄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后货村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，那就是全马祖北干唯一一个红绿灯。另外，你以为只有红绿灯而已吗？旁边这里还有一个超可爱的石子房子，它就是一个有名的点，叫议长的家。现在要骑车去其他地方喽。抓饼，决定回到唐吉村去买一些名产。那我们去牵车吧。本来想说来鲜美莲饼铺买一下，就是芙蓉酥、马祖酥还有鸡瓜饼，一次南瓜全部带回去的。就来的时候发现全店空空的，只剩下最后一包鸡公饼了，就这样被我捡走了。那我们去协和买地瓜饺，顺便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芙蓉酥跟马祖酥可以买吧。我买了一个马祖酥，一个芙蓉酥，两个地瓜饺跟一个五行饺。然后地瓜饺跟五行饺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它要离开冷藏24小时内才 OK， 是明天早上的飞机，所以就先把商品寄在这里，明天早上换完位之后呢，再过来领货。那我们现在就回秦壁。
在是晴碧的早上，我们要去赶飞机回台湾哦。在去机场前呢，先来这里吃个早餐。机场 check in 哦。刚刚完成了 check in， 然后跟机车行老板联络了一下，然后他早上好像比较忙一点，所以他要我把车子停在机车格拍照给他，就代表还车还好了。只能说马主人真是随性到我崇拜。搭上飞机喽，准备回台北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